好，大家好，又继续翻到嚟呢只白变怪嘅白金啊！咁上集讲到咧，打呢个道馆啦，然之后撞到大象勾，一直都打唔赢啦吓。咁今次翻到嚟就想再挑战一下啦。好，跟住去边啊？呢度呢度呢度。诶，唔系我揿掣先。好，呢个咁嘅大象勾同埋佢嗰只嘅嗰只叫咩啊？细只嗰只。就喺度顶住咗条路，我行唔到。长刺勾，我去变身先。白帽系咩技嚟？我想知。白帽好似冇乜嘢，我记得。咁啊，呢度先用特工增强先啦吓。电光石火冇问题啦，呢个一定要特工增强。跟住速度提升，特防增加。哇，真系一嘢怼晒五支药物，你死未？跟住呢度用雨妻啦，再用瞬移波龙。哇 ，OK 啊呢度，如果系咁，我哋留一个啦，因为费事用得太多，一阵间打唔赢咁啊大镬。呢度瞬移波动啦，好呢度咧咁啊，接用瞬移波动。哇，冇啊冇技啦我，喂你连宝、啊，你个蛋散啊，哇你个贱人啊，啊屈我机，顶黐筋嘅。回啦要，哇！佢个波幅好劲喎，黐线点玩啊呢度 ？OK， 呢度仲要估佢咧用唔用保护？简单啲嚟讲咧，就系、是、要赌佢会唔会用保护咯。然之后你再判断系用咩技能系啦。首先我呢一个加特工系 OK 噶啦。OK， 咁点解？因为我啲特工咧冇得再多啊，因为我冇钱啊，身上已经冇钱，所以就冇得买更多。呢度开个加特防先啦，状态防御，其实状态防御都有用，不过唔好用咁多。呢度速度加一个啦，跟住呢度用雨吹啦。啲电光石火痛唔痛咧？唔痛，但系都可以一试啊。呢度瞬移波龙就死噶啦，啊系啦，呢度雨吹先。哇！条友咁醒嘅大佬，雨妻多下先。呢度水之波动冇，搞掂啦。呢度再水之波动，喂顶你又保护，诶、欸、有机啊！唉，终于赢啦，好痛苦啊呢一场，黐线啊！我 save 先呢度，因为咧如果下一关打唔赢，我就即刻捞翻翻去，因为要900蚊咧，我要攞嚟买嘢。OK。喺呢度咧，唔单止身体咧，即灵同心灵咧都可以得到锻炼。哦，大牙嚟，必杀门牙，唔使咁话，呢度佢每招技都打到我，头得。哇，回心有几钱啊？身上得个百几蚊，你条友仔会唔会太流啊？你 ，OK， 可唔可以翻翻去先啊？唔得喎，呢度。要打管主喎，系嘛？咦？死啦！下面啊，唔识路。OK， 我哋翻中心回去先啦吓，费事间出事。点样翻去啊？呢度翻去。OK， 再睇下情况需唔需要买呢一个嘅增强剂啦吓。其实依家我打道馆嘅方式咧，都系一定要用增强剂去打。呢、這个未哦，顶呢、這个之前噶，呢、這个之前第一关我 skip 咗啫。其实原本我应该一早要打嘅。呢度揿呢个之后落呢度。哦，唔系喎，佢呢度系不一定要你打添。希望成为好似极限假面咁强大嘅训练师，冇可能，佢系男人嚟。哇！大镬呢啲咁嘅技，摇一下之后扣佢击啦。马里路，哎呀，马里路啊，顶啊！哇，唔得唔得唔得，走一走先。呢度居入斩嘅，我会唔会死噶？第一下就顶，我都估到啦，我都估到，唉，唔得啦，成千蚊啊！我都估到会第一下死啦，真系攞命。我喺呢度照入去咯，又系
六十二百变卦应该 OK 嘅，又系必杀无牙，一定。其实呢度真系要食药咯，食啲药啦，食嗰药应该赢到佢嘅。水枪 OK， 头突佢啦呢度嘅，搞掂。争啲输头先，如果俾佢开欠到咧，我瞓咗觉咁就玩完啦。到呢、這个。摇尾巴咁醒目嗰条，哇摇咗两次，哇摇咗三次，黐线我全部唔中，乜料啊全部唔中嘅、啊、招技，有冇渣成咁啊招技，走一走先，唉黐筋，我呢只都打死佢啫，液态圈呢度用滚动啦，头先佢用滚动，好。哎，马里努丽啊，走！呢度即刻变佢啦，液态圈，滚动液态圈啊！回个血好似稳阵啲嘅，回佢先。好秒光线，呢度用滚动。哎，顶！点解我 miss 咗？死咯！顶！佢仲要回心一击啊！我的运气是不是就是这么不济的，真的会不会太渣的运气，老友那个物攻又打不中，又来了，又开始不中了，准备这个要即刻走了，这个会不会发明快毫无光线变身，跟着用滚动，其实用写身撞击会好一点，哎你等下又不中，为什么我那些是不会中的，他那些是全部中晒的，你公平咩？顶我而家走啦，唯有顶我都唔知点玩呢度。三两只色滚动，我仲要全部唔中嗰啲滚动，除咗第一铺之外，卡圈啦，俾我赢啦好嘛？基本上血量嗰方面就唔需要点样理嘅。OK， 呢度就转啦。佢啲嘢死咗啦，唯有。哇！佢又用咗滚动喎，死身撞。唉，呢个点打呢？究竟又要物攻真强啊？摇一下算啦，唉，摇两下冇乜分别，都打唔死。呢度等谂下先。走啊走啊，呢度冇办法。碎岩都系，但唔得。如果碎岩我变翻佢，一样扣攻噶。唉，唔知用咩技啊，黐线！又用咗，佢又用滚动啦佢。唔通我要硬食佢？劈卡圈咯，咪又。哇！哇，滚到好屈机啊！可唔可以 skip 啊？呢个好难打啊！用错技添。喂，低能，得翻廿七血俾你打到。唔知做咗啲咩好事，系咁 miss 啲技，一系 miss， 一系俾人爆击，一系就唔中。佢又用咗滚动啊！我可唔可以唔好用滚动啊？可唔可以唔好用滚动先，老友？摇尾巴，哇！马里奥，我哋转翻呢只先，跟住我哋即刻转百变怪。哇！佢第一下已经滚动啦，我顶！真系黐线噶，真系癫噶呢只嘢！唔好再用滚动好唔好啊？你系 OK OK OK， 呢度用滚动我。最后一下搞掂你啦，呢只都系照用滚动啊！有冇机啊？有噶，得得地又又唔中啦，招滚动。唉，我都唔知点搞。速度增强呢度有冇用咧？应该有用嘅，我哋升一升，但唔系我咪快啲嘅，好似唔系喎，应该系佢快啲，我哋升一升啦。
水枪。OK， 我哋有液态圈，佢都有液态圈啦。哇，第一下已经唔中啊！好多佢都唔中嘅，真系啊，黐线。都系佢快啲，见到。哇，唔得，我打唔痛佢。诶，唔系，但系蛇身撞咯呢度。我撞，最后一下。哎呀，争少少，争少少可以赢到佢呢个。睇嚟呢度要用马嘅努力先得，唔用马嘅努力好似唔系好够力，即系用马嘅路嘅话就唔够力啦。呢度要转做马嘅路啦，呢度快过用滚动。哇，顶啲又唔中。哎呀，好辛苦啊！招滚动点解可以咁渣噶？招滚动特工资源呢啲冇用啦、啊，携带后可以恢复混乱解睡眠，呢啲冇用，冇用。唉，因为照用呢只。卖路呢只叫咩啊？卖路呢只我唔知叫咩名字，卖路路三马过万公之后扣佢激啦，唯有咁样 OK， 诶咁样 OK 啊，唉、哎、我哋会食药啦就食药俾呢个顶得住嘅，哇佢又用滚动啊，顶你又开滚动。呢度食药俾呢只啊，睇下佢应该顶到又玩一下，唉顶唔到咪蚀咗啦，头先顶住啊，顶住啊 ，OK 顶得住，液态圈，哇，哎呀好辛苦啊，啲滚动，唉，不过都大概估到点打嘅，路利利呢只叫做 ，OK。我去用滚动啊！快佢输咗，好顺利咁输咗。呢度变身两下摇尾巴，唔好唔中得唔得啊？100% 命中得唔得啊？又唔中啦，头先有一下，我见到你又喺度揸流摊系嘛？又滚动啦，两下打声，哇好波！但只不过系将功补过咋，我喺呢度，唉，我都唔知点搞呢度。佢而家用紧呢一个推岩，咁咯，一系唯有佢仲有一下，我哋食药啊呢度，呢一弯就要食啦。呢度系最后一下，停下圈，佢又用滚动，好冇光线呢？最后一下呢个系再食嘅，到我用滚动啦喺度，我睇血量系我输，睇命中都系我输，点解佢嗰啲永远都唔 miss， 我啲系永远都 miss 噶，有冇人解答到？系一乜解救咧吓？唉，我睇嚟，我觉得都系冇乜可能打赢住，咁多道馆都打唔赢，依家我真系。何其悲惨嘅一个训练家，1120蚊，点样先可以打赢佢呢？要翻去买蜜工药应该，但系蜜工药我都系要靠推岩打，因为蛇身撞，但系蛇身撞我觉得真系麻麻地，嗯，翻去睇睇啲药先啦吓，顺便睇下有冇啲。金珠啊，嗰啲嘢执下，红碎片呢啲打唔打啊？打埋个啦，盾甲龙，哇！呢啲咁嘅技真系死得咯，成堆都系废技。金属音咯，金属好似降一降特防啊，唔啱用，加铁壁先，去将升势。哇！点解我啲特击系打唔到佢噶？点解我啲特击系打唔到佢噶？
哇，一挨打咗喺度。咦，唔系我有药噶嘛，食药咪得。佢反击反死自己。其实我呢度点解要唔走呢？我呢度走咪得咯。水岩。嗱，佢呢度扣得越多嘛，因为佢一下反咧反得越多，打人越痛，反得越多。咁呢度反一下就死啦佢。撞死啦！1296，呢啲系救世主嚟嘅，呢啲系救世主嚟嘅真系，唉，诶呢个未打，大镬啦呢个就追击暗影激怪耳光，我矮矮地要食个药先，呢度暗影激，勇格拉呢个嘅游击啦，我哋用暗影激啦照旧，诶 cut 几惊吓。好，好在我本身黑住佢啫，如果唔系我就真系玩完了。哦，呢个咪打金鱼、哦，照食药啦，系有啲危机。垂死挣扎，角击逆太圈，逆太圈，逆太圈之后用角击。有云，冇啊！顶，系咪黐线噶？喂，你试下打佢。不如你试下打佢吓，滑变怪，搞咩嚟啊 ？OK， 打一个训练家食一支药，平均打咗三个，食咗三支。唉，仲要今日系劲黑仔喎，今次呢一集系黑仔到不得了，冇一集系咁黑仔嘅，真系推岩又唔中啦，又晕啦，跟住又俾人爆击啊，又剩。呢度商场强化剂喺边度买啊？好似上一层，我觉得强化剂好便宜，因为冇人买，冇人会用嗰啲咁低 B 嘢，基本上唔需要用已经可以打赢嗰啲训练家，但我唔得，打唔赢。6000蚊，大镬啦！佢哋仲唔赢金铺？嗰度系买路，咁即系要加物工啦。物工都几平啊？唔系，物工系最贵啊？唔系。状态防御先系最，命中先系最贵嘅，命中有用喎、啊。咦，睇嚟我哋要投资比较高级少少嘅道具啊。我哋要投资高级少少嘅道具，你唔好以为系啲咩，其实物攻命中增强啦，已经系好高级啦，对我嚟讲。特攻增强呢都要啦，因为平平地买三个嚟啊，防下身，咁啊速度都系要啦，两个应该够啦。跟住物防特防各一啦、啊。啊，呢啲真系。精打细算先得啦，跟住其他啲全部买药 ，OK， 好伤药啦，跟住买伤药 ，OK， 跟住卖出啲嘢先，有大珍珠喎、啊，六岁变呢件100蚊真系平到，升级卡、妖石、火石呢啲全部唔需要用啦，买晒可以，我唔用嗰啲咩衣背、金珠，哇大把钱即刻变咗百万富翁，蜂蜜呢啲唔使买啦。10000多蚊啊！我而家有问你死未？买五支药，五支好伤药，之后再上去上面睇下有咩数先。我想知呢啲仲有啲咩可以买？系咪买公仔嗰啲啊？我都会打呢啲唔啱用。我系百变怪，识呢啲，但系要变咗身先识。OK， 大电视。哦，呢啲系一啲摆设嚟嘅，啊，即系俾你去 set 自己嘅秘密基地、秘密场所咁嘅。会心之人，照够加物工啦，买定五支物工啦，咁平平地，咁啊特工都系买五支、六支啦吓。会心呢个都整三支啦，因为都有用。咁啊命今日好啲，命中买两支，500蚊买埋物工，好搞掂 ，OK。今次赢紧啦啩，买咗咁高级啲嘢，翻咗啲外国货，仲唔大镬？全胜金铺，喂，即刻有嘢打。哇，古铜颈，封印咗咪得咯，即刻。我顶，俾佢封印先。哎呀，真系攞命啊，大佬！神通，哇，佢仲要咁样催眠住封咗我，黐线嘅真系。佢封咗我之后，长期都封住喎。我依家先发现有啲咁嘅嘢，顶98蚊都唔放过，俾人抢走埋。
唉，唉，算啦，唔紧要啦，反正我哋都用完啲钱，我哋要做嘅已经做完啦，就系为咗买道具啊！呢个唔打，低 B 啊！呢个我明想用封印嘅，点知佢用先个，呢真系，唉，呢个难度，我觉得呢个难度咧系值，如果一只 game 咧十粒星嘅话咧，呢只应该系九粒星嘅，冇一只 game 可以我第三个道具啊！而家。依家第几啊？第四啊？要揿喎，滑鼠。第四个道馆，第五个道馆啦。依家已经廿几个钟啦，26个钟啦，加速啦，计埋。即系你当我已经现实系玩咗5-6个钟到啦，5-6个钟仲系打喺呢度咧，系冇乜可能。基本上，正常你就算你唔识玩都好咧，你都冇乜可能可以咁差嘅嗰个成绩。OK。好啦，咁今次你一集嚟住呢度先啦，下集将会系一个激战啊，系啦，打呢一个马艾路丽，咁打完马艾路丽应该仲争一至两个到咧，我哋就挑战呢个终极 boss。咁啊，通常打 boss 都会比较易啲嘅，我相信啊，咁啊，希望唔好错啦呢一度 ，OK。咁啊，今集时间嚟呢度先，我哋下次再见啦。咁啊，中意嘅俾个 like 啦，同埋揿个订阅啦，未订阅嘅话。咁有啲咩话都可以留言啦，话俾我听，有啲咩心得啊，或者系一啲攻略法都可以话俾我听啊。好，我哋下次再见，拜拜。